我是不是没救了、啊？我刚打那个是最烂的迷宫，然后那个王居然还要转一下下，哈，我觉得不妙啊！我这个有篮球，有篮球可能暴力会好一点，我们要相信他应该会好一点。我感觉极度的不妙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我们渐进式的，我们先来一张烂一点的，先来一张牛头人，那样太凶了。我觉得暴率要解决。哎呦，有一点东西哦。有人吉尔吗？有一条加100%暴率，然后扣爆伤的那一条，有人请问有人有捡吗？不是你们。我们幽魂还没叫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幽魂叫了就厉害了。我跟你说，感谢你们看这颗哦，哎、欸，这颗被改了、欸，哇，这个妈加358爆哎、欸，这就是我们要的 ，perfect。哇操，加20%爆哎、欸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，有救了。有没有人有这一条满的、啊？有没有人有那个爆率是满的？救救我！有没有人有满的？衣服还可以做爆率衣哦，337，录用了，录用了。来来来来，我们又要进化了，我们的爆率要从32%变成，哎、欸，35.87%，靠北。哇，他这个更顶哎、欸！对，我还可以刺客印记一下。不对啊，我这边已经在导电了，应该不需要刺客印记吧？我如果这条项链他妈的可以给我瓦到加一诅咒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！我跟你讲，我们这真的要起飞了，电狼终于要前进四强了！哇，我们的狼做出来了！请问一下，有人有近战扩散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是这颗觉醒多重在雷我们，我们需要近战扩散，觉醒近战扩散，来，今年的世界赛我们可能看不到闪电狼，但闪电狼的英姿永远会在我们的心中继续，我们会把它发扬光大的。你敢不敢出一只狼？来来来来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一下召唤物伤害几趴，很残忍哎、欸，144%，好丢脸的干，好烂啊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拿这一只去跑 POB 看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比较可以，就是最直观的感受到我们到底有多么的。有多烂？他竟然没有显示我的技能有那个狼啊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！Spectral Wolf， 他不吃我的 Spectral Wolf 的宝石哎、欸，连 Fork 版都算不出来这垃圾哎、欸，他烂到连 Fork 都没办法算，240%，好了，240%也不错了，我们应该蛮厉害的。我们就用240就好了，不用用到320了。这一颗很棒哎、欸，它这样的话，因为它刚好在这个位置，它还可以让我继续点后面，然后这个就在旁边顺路，然后这个也是两个点就有了。这一颗蛮棒的，不对，它不止蛮棒，它超棒。现在几趴了？439%。呵，来啊，幽魂还没抓。不是，我们先不要抓幽魂，因为我怕抓了幽魂嘛，到时候幽魂太强，很尴尬。哇、哦，转车！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看只是这个打图怪怪的，我们等下打到王的时候，我们十只狼上去，那个王就踹了一弹来了。
他咬得死啊，还不错啊，至少咬得死吧，还可以啦。要顺便晒巴吗？哦，好啦，来啦，直接晒巴啦，没在怕的啦。历史性的一刻，闪电狼进入了冠军战，究竟闪电狼能不能赢呢？上啊，电狼！我不暴击啊，叫不出来啊！我可以欸，有扣血，我刚刚一开始没扣血，狼出来就他就爆血了，狼出来就猛了。哇操！重返荣耀，那个魔力等一下再解决就好。我们现在来打，就是要来找到我们的问题。我们要恩断义绝，要排毒，是不是？不可能是幽魂的伤害啊！不错，电狼倒了。我等一下瞧一下我的光环跟一些有的没的，我觉得有戏，好不好？给电狼一个机会。今年世界赛看不到电狼，我们自己做一个电狼，做不太出来、欸。不是啊，我爆率不够高啊，我的狼叫不出来啊！他妈的暴击啊！你看，改走冰就不叫闪电狼了。我没有爆水，我然后又没魔，我的狼叫不出来啊。是 BP 有问题，不是不是，我们戒指哦，我们的狼终于齐了，闪电狼回来了。哎、欸、操！哎！林哥，干！妈的北七！拉拉拉拉拉拉拉！啊拉拉拉拉，真的要拉拉拉拉！我干了，干我卡住了，好累个。没有扑杀好痛苦，我们等一下弄，等一下马上弄。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居然打得赢欸，我的天啊，一三比零六好吧。不准笑。